比如说呢，我希望能够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让城市停下来？我可以在某个地方呢前面加一个中断点，那城市会跑到这边。假设我执行它的话，它会怎么样呢？它会执行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就停下来？那停下来之后，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再执行，它就再跑一次。要不然你可以配合那个侦错里面的 F8 去逐行跑了。一般习惯是，我可能不知道说哪个地方我比如说我重新撰写的地方，我可能会设个中断点，因为我可能不确定说我写完之后呢，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错误，所以我可以先停下来，等到确定没有问题，我可以按 F8 让它怎么样跑跑看。比如我写完了，但是我不确定哦，我按 F8、哦、可能我刚刚漏写了一些啊，假设了哦，漏写了什么呢？比如说我这边漏写了一个东西，假如说我漏写了一个这个好了斜线，好，假设了哈，那我不确定说我写完到底对还是不对，应该没有人那么厉害了，写完程式一次就正确，哦，除非你写了几十年了，或者，所以啊，这个当然，即便写了几十年的程式哈，也不见得一次就会对了，因为人还是会粗心，所以比如说像这样，我中断按 F8， 哎，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输出之后的结果有没有中断点配合 F8 之后，那它会出现什么错误呢？哎，有没有？这里马上看到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少了一个斜线。那我怎么样去修正？哎，特别说中断点还蛮好用，主要是它可以及时的修正。修正完，假设我把它补上一个斜线，可是呢，补一个斜线之后的话呢，那我要怎么样？理论一般的其他的那个开发环境哦，就可能要停掉再重来，但是呢 VBA 有个优点，就是它能够让程式倒车，有没有？倒车意思是说程式再跑回去，你再执行，这个功能真的太好用了。因为呢其他的开发环境没有这个功能还真的很难写。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你要全部跑完之后呢，它只是会告诉你错在第几行，像很多什么写 C 啦写 Java 啦，就告诉你第几行错啊，哪里错不知道，你要凭经验，你要凭你的功力。如果你功力不够的话，你光找一个 bug， 你会找到头真的会炸掉，还找不出来。可是呢 ，VBA 哈，它因为有中断点，它可以让你怎么样慢慢写没关系。所以即便哈，不过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时间跟它熟悉，跟它算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了。这种写作习惯你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中断点配合逐行找错误，真的太棒了。那这个当然书上不会跟你讲这些，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本书把除错环境讲得这么清楚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写作经验，因为我就是这样写程式的，所以我敢说我写出来程式我可能不用写太快，但是我基本上写一次大概就可以写完了。很多人在那边乱踹啊，像很多工程师踹半天哦，真的踹出来，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踹出来，因为他就乱踹嘛，对不对？真的，我看很多那个部落格，很多工程师他分享他的心得，但他人家问他说你怎么知道这样写，他就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踹出来的。OK， 但是我不建议你们这样的，因为这样乱踹有时候你有点是急救章嘛，最好是怎么样，你真的了解以后你怎么写都对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使用就中断点然后配合 F8， 那等到写完之后倒车之后再按 F8， 它程式怎么样可以让它怎么样重新再跑一次。不过你会发现重新跑一次好像错了，为什么？因为它原来的值已经被变更，所以它又串了之后就不对，所以怎么办还可以配合另外一招，我可以动态的去变更里面的值。那我这个可能比较少人用，我习惯上是用一个叫即时运算视窗。这个即时运算不过这个好像太麻烦，干脆这样直接把这个游标直接来修改回去好了，这样好像比那个本来我想讲那个即时运算来的简单。干脆你改回来之后有没有，那我们再把程式再倒车一下，再让它执行看看，这样就 OK 了，有没有？刚刚错是因为原来的资料已经被变更了，你要把它变更回来，再跑一次 OK 了另外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说，那我可不可以
当哪一个变数，比如说 i 的值或者是 j 的值，这 i 跟 j 实际上就变数，那我可不可以当这个变数里面的值是某一个数字的时候做中断啊，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动作啊？其实在 VBA 提供的另外一个就是除错的功能，这个功能一般也比较少讲啊，那我偶尔会用它。什么是那怎么用啊？第一个选取这个变数，比如说 i 的变数，按右键，右键之后的话呢，它这边有个叫新增监看室，那这个监看室有点像是你请了一个人帮你在那边看啊，帮我看一下哦，看什么呢？看这个变数里面的值有没有到什么样的数字的时候做什么样的处置。不过这个好像我是觉得我比较少用啊，不过 我偶尔会用一下。那一先选取变数，二新增监看室，那新增监看室之后的话呢，它会监看方式什么？监看运算但不中断，它会帮你去或者是说什么数值由 false 改为 true 的时候中断，或者数值改变的时候中断。哎，那当然刚好同学问到说，比如说我希望当它中断是这个 i 的值，那 i 什么时候会变动？就是应该是 next 会把那个什么 i 加一啦啊，你如果但它没有办法说当它等于多少的时候中断啦，所以顶多是这样而已。 OK， 那我们该按确定。那这个可以配合什么呢？它会跳出底下有一个这个监看室，那我们来试一下。基本上当它的值改变的时候执行它好了，我没有设中断点，我看一下它会不会停下来。有没有？它就停在这里了。当那个 i 的值变成2，有没有？它就停在这里。所以基本上是它会停在改变之后的下一行，并且在监看室里面告诉你它里面的值变成2了，有没有？ OK， 那你可以再执行。有没有？它的值变3了，所以它又停下来了。 OK， 那就是说它的值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这个应该 还算可以啦。如果你将来如果需要去针对某一个变数它改变的时候，那你要希望它停下来的话，你可以用这一招。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你只要很简单的监看室怎么增加，我先把它删掉，按右键可以把它删除。如果你不想监看的，你可以把按右键删，一选取某一个变数，二按右键新增监看室，三当数值改变的时候中断，或者是 true false 啊，反正大家用的比较多应该是这一个哦，按确定啊，它底下就会有一个监看室了。它如果里面的值改变的话，它就会去帮你停下来。OK， 那这边的话当然你直接不过我们现在回圈跑完了，只有一二三的话那当然 你就可以这边去那不过它停下来里面值就空了。OK， 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是利用那个中断点配合新增监看室等等的相关功能。其他还有什么呢？检视里面还有这么多啦，不过暂时如果将来如果会用到某一些除错的功能再跟各位分享。其实透过这些除错的技巧，真的程式可以写，你就会慢慢写啦，也不用急着做一下把程式写完。反正写完，有时候我写完就停下来，然后后面还没写没关系，先中断，等到跑出什么结果，我再去针对我跑出来的结果再去写后面的，可不可以？可以啊，没有人说叫你一次要全部写完啊。OK， 那这些都是写作的技巧，可以让你怎么样，很从容在写程式啊。不过前提是怎么样，你需要一个好的出错环境。可是如果以像我刚刚讲的 C 语言 C++或者是 Java 比较主流，或者像 R 啦 Python 这些跟各位讲如果跟它比起来的话，哇，那它这个除错环境简直太棒了。跟其他语言比起来的话，哇，它的除错真的是太好用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写别的语言的时候，我发现哇，好怀念用 VBA 写。所以后来还是怎么样，我干脆在 VBA 里面写就好了嘛。所以如果 user 不指定一定要什么的话，我就直接用这个写就好了嘛。我干嘛没事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然后只是对外要说我都是用很厉害的程式，比如说现在很夯 Python， 我就说我其实用 Python 写的那背后其实是用 VBA 写的，但是不能跟别人说。 OK， 为什么？因为感觉好像跟别人说我用 VBA 写好像会弱了一点点。其实我跟各位没有那回事啦，你问题可以解决才是最重要的嘛。你没事干嘛拿一个很难写的环境，然后觉得那个东西很棒然后还要
还要骗自己说，哦，那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可是明明用起来很难用，但是还是要觉得它很好用。哦，我也不知道什么逻辑。就像有时候用 Mac 好了，那个 Mac 里面环境哦，我不知道啊，就怎么用就觉得，不过可能是使用习惯。还有一点就是，你只要安装任何软体，它都会跳出要钱。那 Windows 因为很多东西是免钱的，要用习惯，你突然跳到一个什么环境都要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如把 Mac 环境啊，就是灌双启动好了，就是开起来还是用那个 Windows，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买 Mac 回去哈，给他装 Windows， 对不对？然后可是，对啊 ，OK， 这当然是一种哈这种使用习惯问题啦。不过我自己是以问题导向为主啦，就是你还是要解决问题啊。只是说真的，有的人还是看表面嘛，哈。那你如果人家看表面，你就是给他看表面的东西，你不要跟他讲太多，因为他根本也听不懂。他要的就是他以为的那个东西就好了 ，OK， 那反正问题也解决了，哦，那他也觉得很棒，这样 OK 了哈。所以刚刚主要的那个出错环境哦，请各位习惯一下。那另外呢，就是把那个刚刚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再加上我们刚刚套用的东西，好，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刚刚的按右键储存的格式这个地方哈，像刚刚同学提到那个周期有没有？你按制定啊，他这边也告诉你 AAA 有没有？啊，其实 AA 是这样来的啦，好，所以你特别注意，就是改那个日期的话，其实呢就是这个格式改一下，然后把它什么制定一下，针对你要的部分呢去做修改。那改完之后，你想说，那我以后呢，希望把它套用在我的储存格的 VBA 里面的话，那其实哈，这个第一个，好，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呢，我还想要知道更多的话，特别注意哦，像这个东西哈。如果你未来想要知道更多，你可以查一下那个，就是它其实跟有一个函数是相对应的，叫做 test 函数哈。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版本是2007啦，所以有些功能好像没有 support。那你可以找到那个 test 函数里面第二个哈，这里面的话呢，它也还有更多，有没有这些相关的这个东西啦？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制定的东西。两边是相通的，只是说 test 函数呢会真的把你的资料、哦、改成结果。那刚刚的格式只是表面，它并没有真的改变。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哦、其实你会发现、哦、这边还有下载我们的范例。你如果把这个范例下载下来、哦、你会发现、哦、它里面提供了好多好多的就是一些相关的范本、啊、不过有些可能不见得工作上派的就是会用到。好，那这里我想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啊，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把那个这个地方做变更啊，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出错环境哦。